我们看这个三个有用的极限公式，我们看第一个，第一个的话，这个 S 分之一的话可以把它拿上去，因为这是 log 以 a 为底，1加 x 的对数，就等于多少呢？ limit x 趋近于零，这个是变成 log， 这是这样写的，叫 x 分之一 log 以 a 为底呢，一加 x， 那对数都还有这个性质嘛？这个拿进去的话，变成在指数上面，所以就等于 limit x 趋近于零，然后这是 log。以 a 为底，一加 x 的 s 分之一次方的，那这极限的话，就我们刚刚讲的，这极限就是一啊。当什么呢？当 x 趋近于零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的话是 z 趋近于零的话是一加 z 的 z 分之一次方，这会趋近于一，所以就等于 log 以 a 为底一。好，再我们看 B 这个话，我就令 A 的 x 次方减一，这个是 y， 然后给它变换变数，那这样 A 的 x 次方等于一加 y， 它两边取对数，以 a 为底，那这就是 x 等于 log 以 a 为底一加 y，然后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，这个极限就等于多少呢 ？limit 哈。当你 x 趋近于零的话，在这里，当你 x 趋近于零的话，那 y 会趋近多少 ？x 趋近于零，这就 a 分之零次方嘛，是一嘛 ，y 它也会趋近于零，这个就是 x 是等于 log。以 a 为底一加 y， 然后上面的这个的话，这是 y 啊。好，那这样子以后，我们就是 limit， limit， 这个事实上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这个的导数，这跟这个的话刚好是颠倒过来，所以事实上这个等于这个是 log 以为底 a， 通常呢，以为底的对数我们叫自然对数，我们用个符号叫做 ln 啊 ，ln 代表什么呢？代表 log 以为底 a， 那这样的话就得证了。这里附加的就是说这可以写成什么形式呢 ？limit n 趋近无穷大，那我变换变数。把 x 的话换成那个 n 分之一，那 x 趋近于零的话，那 n 就趋近无穷大，那就是 n 分之一，那 a 的呢 n 分之一减一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limit 那 a 是自然数了，n x 趋近于零的话，我 x 把它代成 n 分之一嘛，那 n 分之一趋近于零的话 ，n 就趋近无穷大。那这个 n 在 n 趋近无穷大，乘以多少呢 ？a 开 n 次方减一啊，这个跟什么有关呢？所以这个答案的话有跟这个，这跟什么有关？这跟你积分什么呢？积分这个 x 分之一图形底下面积有关的，这个跟你积分图 x 分之一图形底下面积有关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呢这个第三个这个重要的极限。好，这两个都证明完了，我们看呢第三个。第三个的话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我就令这个等于 y 啊，我令一加 x 的缪次方减一呢就等于 y。证明这个比较技巧，所以就得到呢，一加 x 的缪次方这个是等于一
一加 y 啊，然后两边取对数，那就是 mu， 这个是 ln， 我以一为底好了，那就是一加 x， 啊，这代表一为底，那会等于哈 log 一为底，一加 y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我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，这个极限就等于多少呢？厘米的哈 ，x 趋近于零。好，啊，当你 x 趋近于零的话哈，这是一减一嘛，这也会趋近于零，这时候 y 它也是趋近于零的，那这就是说 y 除以 x。那现在有个技巧，我就给它乘以多少呢哈？这是 y 除以 x 嘛，那是 x 的话，我把它除到这里来。它，啊，这里的话，我把它除以多少呢？除以这个 ln 哈一加 y， 那这个我要把它除以这个，乘以这个 mu 哈 ln 一加 x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mu 就可以抽出来了，然后这 limit 我把呢这两个分开，把这两个极限分开，哦，这个是y 趋近于零，这 y 除以 ln 哈，一加 y， 啊 limit， x 趋近于零，那这多少呢？这是 x 分之 ln 哈，一加 x， 啊这两个极限刚好是导数的，哦，我们知道这个极限多少？这极限哈，我把这个变成是 y 分之一分之一嘛。那二分之一，然后里面去的话，这个极限呢多少呢？趋近于那个一，哦，那个自然指数一嘛，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等于多少？事实上是等于呢 ，ln 哈一分之一啊。那这个多少？这是 x 分之一嘛，拿上去取极限以后，这个就趋近于那个自然指数一，所以乘以多少 ？ln 哈一啊。啊，这两个话以一为底嘛，这实际上是一，这也是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咪。啊，这个话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这个 x 的咪次方哈微分，哦，有用的，我这微分等于咪 x 的咪乘一嘛。那咪的话呢，可以是实数，哦，底下我们来做一些例子。